我的脸色凝重哦。没有啦，阿哥，我们也在拍幕后花絮，你干嘛？你跟我们抢生意？我想说，说先拍一拍，然后到时候我想剪的时候才会剪，说不定两三年后才会发。你们可能比较有时间压力啊，我就没有。怎样？好多选手下来一直在忘词。我觉得其实这个制度要背很大锅啊！我刚刚说他是学运的领导者了。后续准备人设很齐全，还是你真的有气喘？气喘是处方签不能乱开的啦。这个喷多会好。认真起来。因为我女朋友也有气喘。哪一个？我女朋友有气喘。会不会同一个？啊！我女朋友有气喘，会不会同一个？马美，哎 ，brother， 表兄弟。我的睡觉时间就很不一定，但是昨天有好好睡觉，目前还行啊。但是我刚才过敏了，所以那个我的鼻子装不掉了。对，够了吗？够了，很够了。够了，心里觉得这一段都不能有，有够不有趣。就是他要硬要加一个洞，他不是最喜欢这种的吗？嗯，对，我帮他想了一个很棒的，就是他以后可以接业配，他就是，然后他就拿什么瑞娜这样。方石啊，就那赢的不算光石。亚洲统神，对不起，亚洲统神，对不起。对对对。我觉得我哪里反常啊？我现在接受。啊，我白脸，我好丑。你要再好好的再。别哭啦，干嘛哭？我开始乱叫你了。啊？我开始乱叫你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是在讲什么？我真的很紧张，紧张。要拍帅的，谢谢。会谢谢。三年很稳啊。真的吗？谢谢。谢谢。队上有个三大冠军。可是我不管怎样，我就觉得至少我完成一个很好看的秀。大嘻哈走到这边有什么心得？其实没有，好像没来过。我们都在聊天嘛，他一v一的时候要跟他的对手说，而且我很高兴，我说嘻哈林，我想到一个梗呢，我如果遇到我的对手，我要跟我的对手说，你知道什么东西比嘻哈林的头还要绿吗？就是你输掉的表情。结果呢？然后我就想要被殴打，然后被殴打。我之前就想好这个判断，可是我真的完全想不起来。反正我底刚克楼啦，小心一点。然后我刚刚坐在那里，我刚汤结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汤结被他就我刚才在那里汤结律动，然后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假不。如果你真的走到总决赛的话，要不要腾八配直接上去唱？下一轮有机会就腾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操，来了。上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期待期待。你可以封印屁股吗？解封印。会。嗯。哈哈哈！对啦。希望就是接下来我公司的兄弟姐妹们，他们能够继续撑下去，然后也希望 Rex 能够去拿个妈的冠军之类的。真的，我比较希望你拿冠军。今天是输给马克，我觉得完全没也很开心。输给马克哈，这样之后去 Coco 才可以麻烦他，每次去都要排队这样。今天就是评审口味问题，那我也觉得没有关系。今天就是我们两个把自己演到最好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遗憾。我是嘻哈韦小宝，夏木我婆，你不是要告白吗？来告白，告白，来告白一下。等一下，阿姨就单膝跪下，然后就这样。太快了吧！我刚忘记我要讲什么了。我很骄傲一件事情，我交那么多女朋友，没有一个是我告白的。等一下，找他们怎么告白？有没有最屌的？一个都好。告白，他有一天来我家，然后拿一罐香水给我，跟我说他希望我身上有他的味道，然后我们就去滚床单了。先试车嘛，可以吗？不是，我说这个故事。滚床单的故事吗？对，那我先滚了。OK， 来啦！Peace out， 来啦！拜拜 ，Peace out， man，Peace out， man，Peace out， man，Peace out， 完了 ，Peace out， 拜拜。三位评审各挑一个，九一一挑一个。过关第一个，阿发面。孙永强。那个男人，阿发。呀！刚才讲的这个环境是开玩笑耶，你被整了。
回来了，耶、yeah ！专门来被救的，恭喜恭喜！互相鼓励的意思，对。酷。我们在庆祝阿夸妹回来，然后 Buddy 就穿鞋子了，拜托了。该穿了啦，对，第五期换一套衣服了啦。我鞋子都坏掉了，我之前本来一双 Air Force， 它很常穿，啊，就全部都裂开了。哎、欸，他有说你不能再 freestyle， 你对这件事情有信心吗？freestyle 通常都是得到观众共鸣嘛，我不想要再这样做，想要为我自己而唱，就算台下没有嗨，那也没关系。大气哈木，拜拜啦。我不要。这个组合有没有什么艺名？散播欢乐，散播爱。三角都男子汉。三二一，法克。哦、三角都男子汉。准备这个歌曲的主题是什么？哦，玉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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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意思？折不倒。对，没有啦，不是啊。玉树折不倒。然后有一次，刚讲过了啦，台湾国语这样子。你树不树对我有玉树？是我哎，蛮有趣的，蛮有趣的。然后我跟还有我们本来三个人一起唱，结果突然发现，但没有三人组了，变成要拆成两个人。过来之后发现，哇，哇嘞，两人组的名额满了，那我们三个就拆去打单挑这样。哦，主要也是我对我兄弟都蛮有信心的。GK 他有在那边一直做那个下，他的裤子是白色的，然后他就一直这样一边打一边往前进，就是一直觉得你不要再过来，太近了。要不要一起蹦跳？好，我们一起跳一下。我跟你们一起这样，动作难就一拍一个。我们在等我顶的时候，对。他就开始抱着我安慰，他抱我抱超久，但不是色色的那种，因为他就真的像爸爸一样，就是真的给我一个很暖的拥抱，暖跟扎就明显之别。等一下，我要澄清一下，因为 Forty 赢我，然后他还是很难过，因为他觉得他赢我赢得不光彩，然后他就一直哭，然后我就抱着他，就在那边哭，我这边都湿的。那如果爸爸想要找你做一些色色的事情，我没有交过男朋友，所以你们真的太辣了。我就在边比赛，然后边念书。我有个组员，他有看大嘻哈，然后他也知道我这样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他喜欢那几天要比赛，那我的工作内容怎么样，可不可以帮我协调一下？我没有说不做，我就说帮我协调一下。然后他说 OK， 交给他。结果我比完赛回去，他零学分。他是不是帮你们的粉丝啊？我们有可能啊，不是啊，是妈的有粉丝，我也没惹到他，我也没打赢啊，奇怪。你看。大西亚是在贵宝地，你看随便地上都可以捡到这个，对啊，不容易。我们真的是在路上，我们还找不到这个的主人在哪里。对啊，我们像像糖果屋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走路就很吵。当让大家知道，要先闪边美。